Two, one, cheers！ 圣诞节最期待的就是希望可以跟家人一起交换礼物，然后就是有现金额，然后大家可能会收到一些很奇怪的礼物，大家应该都玩过，就是每年圣诞节最期待的是这个。只要能跟他一起吃顿饭，其实现在就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，对，因为他太忙了。